农历三月妈祖绕境的重头戏。云林县的麦寮拱范宫从今天上午开始举行妈祖的起驾大典，为期五天四夜。最新状况连线记者尤燕慈。是的，主播，各位观众，在台湾的农历三月份，大部分都是妈祖出巡的重要日子。那么现场画面可以看到呢，云林麦寮的拱范宫呢，今天开始是展开为期五天的妈祖绕境行程。那么透过现场画面可以看到呢，现场是有装仪团呢，那么他们由于他们身上呢都会吊下高钱以及手钱呢，使得当地许多虔诚的信徒呢是前往要来捡这个高钱跟手钱来祈求平安。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热闹气氛。蓝教所到的地方呢，都可以看到有信徒虔诚的趴倒在地呢，要来准备楞油咖，希望能够带来一整年的好运气，也为自己来祈求身体平安。那么现场呢，由于呢沿途的信众是都非常的热情哦，沿途鞭炮声不断呢，那么是有热情的信众呢自己组成了义工队随行扫街。我们来听听主委的访问。那妈祖出门哈，阿龙在加这些男性的加这钱哈，不管是饮料，还是点心。啊，放正一炮吼，啊，讲造成讲吼，啊，这个环境卫生的问题吼，咱所有咱江岸江组织环保的义工队，妈祖行到倒位，啊，因在后壁吼，在咧甲咱所造成的这个吼，这个垃圾也是炮啊的这个吼，这个纸，咱拢甲扫清去。由信众组成的一个义工队呢，他们每个人手上是都拿着黑色的塑胶袋，那么手上呢也都拿着扫把、畚斗，要来清理炮灰，也让整个妈祖绕境的活动变得更有环保的教育意义。以上是现场的最新情况，先把时间镜头还给棚内主播。